晚上好，我是鲸鱼。说到 Moschino 这个牌子，仙女们都会想到什么呢？提起 Moschino， 鲸鱼首先想到的是天马行空、前卫大胆、年轻俏脱，又极具现代主义的风格。最近 Moschino 和快时尚品牌 H&M 联名了。原本对 H&M 设计没有好感的不倒霉，也对 H&M 也立马转粉，说要去排队抢购。究竟这次的联名款是有多好看，居然让不倒霉这么心动？让不倒霉和仙女们分享一下吧。在 Jeremy Scott 入驻 Moschino 加创意总监之位后，他家的服装总能以独特的裁剪、配色风格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可以说是非常有辨识度了。以及标志性的品牌大字 logo，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家的 Moschino 小熊了。虽然在 Jeremy Scott 的带领下， Moschino 的创意设计越来越有趣，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倒霉的不倒霉，有趣的灵魂我遇不到，有趣的时装我也买不起，动辄四位数一件衣服的价格真的让我望而却步。直接咬牙买了一件卫衣，就让贫穷的不倒霉心疼了好久好久。还好今年 H&M 推出了和 MOSCHINO 家的联名款，花 H&M 的钱就能穿到 MOSCHINO， 感觉自己赚大发了，有木有？现在就来和不倒霉一起看看 H&M 此次和 MOSCHINO 的联名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大开腰包的呢？说到本次联名，最吸引不倒霉的还是这批金属浮夸风的饰品，毕竟在时尚穿搭中，配饰总能起到彰显个性、画龙点睛的作用。而是上面 JIJI 戴的这款超大的和平 logo 大耳环，不倒霉就非常心水，金属朋克风，年轻的又有个性，而且大圆环式的耳环戴起来真的非常寻联想。还有这款中间刻有 Moschino 标志的方形金属耳坠，把 Moschino 加朋克金属 style 表现的淋漓尽致。金属链大金链子，今年时尚圈的上镜常客 Tiffany 家今年也为此出了一个系列。相比那些秀气的饰品，这些粗犷设计的金链子造型感更强，非常时髦。 H&M MXMOSCHINO 这次联名也没有落下，而且现在正值秋冬，我们一般秋冬服装的质感都会相对厚重，颜色也会更加沉闷，而能够反光提亮的金属链就能起到很好的提亮效果了。很多妹妹可能会觉得这样金属链太难驾驭，其实想要 hold 住它们并不难，只要尽量选择一些颜色和款式简单点的服装，压一压它的浮夸狂野风，时髦的本性就露出来了。 logo 卫衣 amp T 恤卫衣一直以来是秋冬的好伙伴， H&M MXMOSCHINO 这次联名的基础 logo 卫衣也十分具有入手价值。那这款灰色基础款卫衣成套穿着青春又时髦，绝对不会出错，而且还能和其他单品搞混搭，亦或者入手一件 oversize 玩一下下半身失踪，当然也可以和男朋友人手一件穿起情侣衫，反正卫衣是不认性别的嘛。除了卫衣 logo T 恤，不倒霉也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，因是可以穿在外套里面当打底里衬，而是价格不贵，性价比高，留到开春入夏再穿也可以。用最少的钱告诉大家，我们也是凑了这次联名的热闹呢。卡通系列这个系列不倒霉觉得是本次联名的必买系列啊，因为这种童趣卡通风格可以说是非常的 MOSCHINO 了，花 H&M 的钱买 MOSCHINO 说的就是这个系列了。不倒霉超级薪水这条红色竖纹 T 恤裙，条纹加卡通的元素结合，配上一顶棒球帽，妥妥的美式街头风格。除了配合打底裤当 T 恤裙，也可以打开扣子当衬衣外套，同一件衣服就看妹妹想走哪个风格了。不倒霉还很喜欢这款大公仔镂空长袖罩衣，上身透气舒服，而且时髦度非常高，女生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蕾丝小背心打底，不经意间透露出一点小性感。除此之外
还有这些迪士尼的卡通卫衣，配合品牌 logo， 满满的 Moschino 风，但是价格还不到一件 Moschino 加卫衣的四分之一，想到就是赚到有没有？不倒霉要去排。对了，大明系列除此之外，本次联名还有时尚圈经久不衰的牛仔系列，选择这款牛仔夹克配上高腰牛仔裙，绝对是拉高腰线显腿长的好选择。如果再配上一条紧束腰链，简直苦倒霉朋友好吗？嗯，不倒霉预定了。包包是我们女孩子出门不可缺少的时尚大品。本次 H&M 和 MOSCHINO 的联名也凑了不少包包的热闹，其中有两款不倒霉已经捂不住钱包了。锁头包其中一款是金属链条的锁头包，包身做成了一个锁的形象，有趣又 swag， 而且这款锁头包还是相当百搭的。秋冬时节，只要不是穿着超级淑女的风格，带上它都不大会出错。避孕套包包不倒霉还很心水，这款一个以套套为设计灵感的包包，真的太有创意了呀，这么有噱头的东西错过了可是要流眼泪的。虽然是以 condom 为创意，但是正面看起来又不会过于色情，妹妹们背出去完全不用害羞的。除了上面两款，本次联名还有一款机车链条包，也是相当 swag， 然而不太推荐的原因是它真的太小了，尤其是对于不倒霉这种170加的大高个，背上身的画面实在不忍直视。除了上面不倒霉提到的饰品、衣服和包包，本次 H&M 和 Moschino 的联名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小玩意儿，让不倒霉心动。比如狗狗的服装超阔奶了，就是太贵贫穷的不倒霉伤不起了。还有这款皮质眼罩，看模特当头饰戴也是帅到没朋友，就是不知道日常带出街会不会有些怪异呢。这个联名系列会在11月8日开售，听说这次会比以前难买，估计官网是很难抢了。不过网速好，手速快递没没，还是可以自己试一下。官网购买地址 https://www.hm.com/hcnfreeform.campaign.tv.hm.html 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还是和不倒霉一起去 H&M 门店乖乖排队吧，说不定可以偶遇哦。以上就是 H&M MXMOSCHINO 系列啦。其实除了上面分享的这次联名合作，还有许多其他好看的衣服有意思小东西，仙女们可以自己前往 H&M 官网看哦。今天是开售的日子，不倒霉已经翘班去排队了，祝他能成功买到吧，哈哈。